看到了中间这位戴眼镜的女士，来，感谢您的参与啊！首先欢迎您到清明上河沿参观游览。简单采访一下，请问您来自哪里啊？新乡。哦，新乡咱们省内的啊，这是第几次来开封啊？第好多次了。哦，好多次了，经常来呀、啊。那看来您应该对咱们宋朝的文化还有历史是不是很了解？哎呀，我捂嘴干嘛呀？是不是问到你的馆？